经典文学。补充资料大于。刘讲师方村回答八十。刘讲师方村回答八十。二十五分之九日的信里新法班，刘讲师有提的第八十阿赖耶识，是我们的佛性本体。之前刘讲师又说第八识在我们出生第一个出现的是他，最后一个走的也是他，之前有学过，决定我们生死轮回去哪的也是他，何以他会是佛性本体？只知他也叫含藏识，含藏我们累积的善恶种子的识。又说是佛性本体，此话怎讲？既是佛性本体，何以还叫识呢？能否请刘讲师再细说解释明白？有点不清楚什么是第八识。谢谢。刘讲师答：第八识是含藏识、阿赖耶识、莫那是第七识。第八的阿赖耶识是我们的佛性本体，阿赖耶识叫如来藏，含藏天地之间的万象，不只有含藏善恶种子。善恶种子是比较小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人落入凡尘，所有的善恶种子都含藏在第八识。第八识等于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落入凡尘后让我们有所知觉，所以才叫做识。第八阿赖耶识会转识转到第七莫那识，莫那就是我们的一根。第六的意识是从一根出来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转的时候不是直接从第八就转到前面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是先转到第七莫那，然后莫那再转到前面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个，所以六识先修是修回到第七，回到第七转识以后才转到第八。假如说我们累世有修，在第七转识的时候不会全部转到前面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个，因为那六个作用都是我们生灭的细目，就是很微细的。一般修持者会把转成莫那识以后让他修正回到阿摩罗识，阿摩罗识叫无垢，没有污垢，很清净，很清净就是已经证悟我们那个佛性本体，就已经回到本来了。可是我们大概都没有这么理想，落入凡尘以后会着重在现象。就从第七莫那识转成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所以这六识都从莫那识转过来的，所以第七又叫做一根，第六识叫意识。意识是我们面对凡尘最直接最粗浅的印象，假如我们皱眉头在想的时候，那就是事情已经很深，经过很久，然后我们深入的去思索，就用到一根，所以只要皱眉头在想的，那就叫做第七的莫那识。第七是潜意识，最能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力清口愿时烧表文，我们对力清口愿都非常重视。烧表文时一样三观大帝接走了，之后我们潜意识里面非常强烈的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清口了，所以连睡梦之中都会坚持清口，有朋友请我们吃荤的东西，都会说不行，我清口了，连梦中的景象都会这样，那叫潜在的意识。所以后学说我们修道有这么强烈的意愿走入到潜意识，
那修一定成功。可是我们都缺少这么强烈的意愿，都是模棱两可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都在两可之间，所以成效才不容易显现。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第八阿赖耶识是佛性本体。因为我们本来在先天的时候叫湛然常寂，湛然就是非常深层的如如不动，用另一个名称来说叫本寂。我们在本寂之中，那个就是回到本来，本来没有起心动念，就不会落入凡尘。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是非常维系的业，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才会有现象，有地球，然后有山河大地，我们才落入凡尘。落入凡尘以后，我们会造业，起念就变成世界、众生、业果，三个一直绵延不绝，一直在延续。所以假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能把念头能自己降服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念没有了，声音断，没有念就没有声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有念，才有声的原因，我们念尽，已经都没有了，叫声相绝了，声音断，声相绝，我们就不会再凡尘。我们要到凡尘来度化众生，那叫做愿。我们发愿不是业力把我们推来。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现在在凡尘都是业把我们推来，推到凡尘现象，所有的行为，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无形之中被业束缚，所有的一举一动都是业在背后推。我们就是要透彻了解这种现象。我们为什么会造业？当然粗浅的说，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合真理，就是业很重要的原因。维系的就是念头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都不会觉得念头不对，都会认为起心动念很正常。有头脑不想浪费，都会这样想，结果造了业在受苦，受苦就不浪费了。因为有念才落入凡尘，要回去就要没有念。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建立。我们一般最难去掉就是起心动念，因为那个太容易了。我们已经习惯到不知不觉，起心动念都不知不觉，非常习惯。我们要训练起心动念都自己知道什么念，先到达这个状态，这样的话我们有办法去约束我们的起心念头，起心动念的念头不会偏离真理。假如我们起心动念不离真理，我们就不容易造业。这还比较中策之中，最上策就是不起心动念，中策就是起心动念您有办法去约束，最下策是起心动念都不知不觉。我们有念头就会有行为，行为是从念头出来，所以你看为非作歹，它也是从念头出来。为什么会有为非作歹的念头？就是自私自利，就是想到自己，然后起了念头，手就痒，一直想去完成自己的念头。所以念头非常重要，我们从念头着手，能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，也就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，是从阿赖耶识直接生发。所以后学会讲，我们的念头就是众生众缘积聚而显现出来，念头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冒出来，都是有因缘，一定都是我们有经过，或是听过，
或是看过，或是我们知觉有学过，都是有很多因缘，然后促成，促成以后我们才念头出来，所以念头就是众生。我们说要度化众生，最重要就是度自己的念头，先把自己的念头都度尽了。一个念头一个众生，你都没念头了，众生都度尽了，度尽就成佛了。所以成佛没有念头，所以要成佛就是要告诉自己不能有念头。这样会了吗？如果起心动念就是众生，众缘积聚显现的念头众生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第八的阿赖耶识，去后来先做主翁，去后就是死掉的时候他最后走，我们一口气断了第八阿赖耶识还在，所以我们的家属在我们长辈过世了，不要马上哭，也不要吵闹。因为那个时候他第八阿赖耶识都还在，知觉性都还在，只是不会讲话而已。第八是最后走的，前面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莫那都没有了，第八阿赖耶还在叫去后。来先就是投胎的时候，阿赖耶识先来投胎，所以去后来先。做主翁，第八阿赖耶识主宰，第八比较狭义的角度就是含藏我们善恶种子，很宽的角度含藏山河大地，含藏万象万事，很宽广。可是我们没有探讨那样，我们只有探讨我们在凡尘含藏善恶种子。我们累世的善恶种子都在第八阿赖耶识，因为含藏善恶种子，所以促成我们又来投胎。投胎时我们应该受的罪是从三恶道还是三善道，来的时候属于中阴身，中阴身来时没有形相，没有缘的我们看起来像很深的墨水黑漆漆，跟我们有缘的会有亮光，他看到亮光中阴身就会趋往那个亮光，亮光就是跟他有缘的父母亲正在做爱，这时他第八识就进入时就怀孕了，就投胎成功了，经过286天，然后出生时接触到空气，一定要哭，哭的时候灵才进，虽然第八阿赖耶识在，假如没有哭，灵不进，为什么不进？就是轮回太久，喝第十殿孟婆婆忘魂汤效果有点减退，他太聪明，说到凡尘受苦我不去，所以出生以后灵不进来，有经验的助产士一定会把脚抓着，让他头朝下，打他屁股催生。你已经造业怎么不来，一打以后他就哭了，一哭了灵就尽了。灵尽跟阿赖耶识合在一起，我们一生就开始了，叫做分段生死。生的时候开始，有生就有死。生死这样一段，死掉到投胎又一段，死掉以后阴身的身已经生，受罪受完阴身就死，又来投胎。生以后经过凡尘一生过了又死，这个叫分段生死。我们众生都这样经过分段生死，没完没了，没有了期，就叫轮回不绝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让我们轮回当众生是第八阿赖耶识，让我们成仙做佛也是第八阿赖耶识，看我们是善用还是恶用。善用它就可以回归到本际，就是到达真如，
到达湛然常寂。我们要了解我们本体是湛然常寂，可是会感而遂通。感而遂通就是用，修正以后会有待用，待用的时候就会游戏神通，变化无穷。不只有六通，那六通是小范围。真正的回到本际的待用就是游戏神通，你可以变化无穷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本体非常奥妙，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要了解第八的阿赖耶识，我们可以转换成大圆净智。我们日用的第六意识可以转换成妙观察智。第七的莫那识转换成平等性智，用妙观察智及平等性智来指挥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让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听话，然后叫臣所作智，完成我的命令，你去做臣所作的智慧。然后这四智不生不灭，八识是生灭的，一转换成智就变成不生不灭。所以六祖就说，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我们用意识是生灭，我们用妙观察智已经见到非功，就是非有为功用，见到非有为功用就是见到佛性本体，已经见到佛性本体叫做始觉智，开始觉悟的智慧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意识不要用，用妙观察智，一转换以后我们整个观点都不同。用意识就是不愿吃亏，用妙观察智就是观察凡尘的变化，吃亏不吃亏已经撇开了，就没有自私自利，所以才会见到佛性本体非有为功用。第七的莫那一根就转成平等性智，因为我们分别心太浓厚，得失心就跟着很强烈，得失心强烈造罪的机会就多。假如我们已经知道是平等，不管是人与人、物与人、物与物，全部都是平等。六祖说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已经心没有病，已经恢复到真理世界，跟佛一样。用第六妙观察智、第七的平等性智来指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个，臣所作智同圆镜，跟大圆镜一样。我们了解镜，就是事来则应，事去则净。所以后学都鼓励大家应对凡尘都要事来则应，事去则净，就是根据这个来的。根据我们妙观智及平等性智，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全部都听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的指挥来做，就叫做事来则应，事去则净，就像镜子，事来就显现，事去就消失，它都不会在心中产生作用。我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已转成所作智，最后才转第八的阿赖耶识，转成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就已经恢复到佛性本体。所以这个问的后学都不记得，9月25日在台南有讲到第八和第七识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把那个详细的内容又重讲，这样了解吗？注解：您没有新增注解的权限。登入最近的协作平台活动检举滥用情形列印页面，由 Google 协作平台技术提供。